今天有很多球迷支持我们，啊，给了我们多大的帮助？和在中国比，和主场打的话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觉得悉尼是我们的福地，那个每场比赛都有很多球迷来支持我们，这给了我们极大的动力。今天也一样，所以我感觉在这里打球就像自己主场一样，非常棒。